准备，各位观众。它里面呢是一只活的，那个红鲟砂公。活的。然后一般呢，它其实外面这样吃呢，它其实都里面吃法其实很简单。老师，不好意思，因为通常吃饭先让我这只。当然啦，这边还有一只，这边还有一只。凭什么吃这只？这边还有一只，这边还有一只。但我怕你的粉丝会怕你看。哇！各位观众，好壮硕。最新鲜的海鲜就是要原味最好吃。不好意思，要把它吃喽。哎，透过这个玻璃杯，哇，你的也很肥。李俊杰要不要？要。好不好？好香。我想要跟你干杯。这个锅子蒸煮的原理啊，给女孩们，好不好？它可以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干杯。然后它可以保留食材的原本的营养价值。所以吃起来的食材的会特别的鲜甜。两个大户在这边了，是不是只有海鲜的甜？好甜哦。跟还有那个它本来应该有带有的咸味，海鲜的咸味，没有任何的调味吧？没有任何调味，它就是用清酒下去呛它而已，然后焖煮个10到15分钟。如果不用调味的话，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海鲜要够新鲜，食材就是关键。对对对，不对？这好吃。那他们这一锅其实一般在店里面，除了这样一锅一吃之外，他们其实还有二吃。哦，就是当这些锅料都吃完，你会发现它下面其实有非常多海鲜被呛出来的那些高汤原汁，千万不要倒掉。它把盐板拿起来加高汤，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锅物吃法，他们叫盐煮。所以第二种锅物吃法就可以这样，然后可以涮他们的肉片，他们的松板猪肉片这样子。但今天有另外一种吃法，是他们家的那是青菜，除了有一吃之外，还有二吃。他们家其实非常讲求参与感的吃食，所以他们家的参与感的方式是，你会发现桌边有非常多像这样的盆栽，所以他们家网友都戏称他们家是可以吃的装潢，因为旁边的盆栽都是可以变成食材里面的一种料理。对对对，直接拔下来吃。对，所以这个时候。像他们家都会附这个海那个生菜沙拉罐子，然后呢，桌边就会有这些罗勒叶，只要呢把这些罗勒叶摘下来，直接摘下来，然后旁边有水，你就把它涮洗一下，涮洗一下之后呢，就直接把它放进那些罐子里面，你可以用手直接撕就好，撕在罐子里面。他希望你自己动手做。对对对，他就希望有点参与感这样子。让吃的人其实是有点乐趣。如果硬不想参与也可以吗？可以。然后呢，把它盖起来。我们就要请黑人哥帮我们 shake 一下。哦。摇吗？摇它，摇它，然后。哇！下班了，姐。哎，你下班之后要剪什么菜？谢谢啦。阿雄，我都没赢了。那你在楼下等我了。阿雄要来接我。还没下班。哦。摇完之后可以直接倒出来。变白了。起雾了。它旁边的那个酱汁就会整个覆盖在上面，菜味，然后直接把它倒出来就可以吃。菜逼吧，怎么有菜味？龟贴啊，你写菜味，菜味。那像他们这种锅子在焖煮的时候呢，旁边就可以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大家就可以来弄这个那个生菜的部分。那最后还有他们家最推荐的一个甜点，啊，老师要夹的时候要小心。甜点。那是他们家特制的甜点，搞不好就写这是甜点，这是甜点，这石头吧，开什么玩笑，这是芝麻瓦，刚才我牙齿断了，芝麻瓦，对，老师可以夹，一夹就会知道。黑人哥，每一颗吗？没有，它只有两颗，只有两颗哦，对，它只有两颗，下面不是，那是真的石头，其他都是石头。对啊，是老板有心机耶，其实下面是啊，老板想给大家打破风情的感觉，哦，对，上面两个是红红的感觉，扭扭的起来，公妈该发，被公妈发。重点是这个玛吉，它其实特别选用的是日本的原糯米。它原糯米跟长糯米的差别在原糯米其实比较对老人或小孩子来说吃起来比较不容易胀气，会比较好消化。满满的汁，全部都是，而且是顶级的黑芝麻。石头啊！
这个芝麻真的就有纯芝麻的苦香味，是啊，所以是好吃顶级的。不是说你说廉价的黑芝麻酱太甜腻，它不是，是它连甜点都非常用心，很会吃。对，所以老板其实在从甜点到主菜，像这样双人套餐其实很适合那种重要节日的时候带女朋友去庆祝一下，然后或者是请家人吃饭，请长辈。它在市民大道上面，对，市民大道跟敦化路口，对，很好找。好，接下来欢迎李君姐。好，李君姐，你今天要介绍刚才介绍这个锅都比较清淡一点，我来一下掀起舌尖上的麻辣风暴，不好意思，麻辣风暴。它的你知道 title 就是不一样，有吸引力。对，这个呢，真的是我最近真的尝到蛮好吃的一个麻辣锅，然后呢，其实主厨是客座的，所以其实是特别请从四川里头邀请的正宗的麻辣师傅主厨过来做，然后成都，对对对，重庆，对对对对对。重庆。然后现在供应在哪里供应呢？我想先跟消费者讲一下，免得他觉得不清楚，他是在长荣凤凰酒店。在哪？在礁溪，就是洗温泉，所以他客座专门邀请他。通常我们会这样，就是你其实是为了洗温泉到这个酒店去。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特别从成都来，然后现在住在。就是在这边客座，对对对对对。主厨带了两个锅，一个是秘制清油锅，一个是野生郡王锅。然后呢，这两个锅呢其实是这样子，为什么一上桌是要两个锅呢？因为这个呢是掀起舌尖上的麻辣风暴，然后呢要缓和一下，就会有一个非常清的，就是汤头汤，全部是用香菇之类调制成的汤头。那我们不，我在大陆吃过百菇宴。哦，好吃到三天睡不着。对对对，没错，我们不花俏啦，就吃到什么锅拍了。每天一直想第二天、第三天行程，因为还想去吃。可是我建议先算肉。哦，这也是他们东西。对对对，这你看，然后摆比较扁。没有没有，就在这里，你看这个肉。哦，都是他们的，对。早说嘛，有些来我们这边 care， 哎，你拿他的东西沾别的，不不不，然后你吃了，我们都很和好的，不用担心。来，先算一下吧。那我不吃辣，我可不可以直接这个？也可。好，你要算这个肉，算肉，对。这肉好特别，哇！海盘太美了，海盘特别。香菇，这是百菇，百菇这里有牛肝菌，有哎，这里有菇类，有牛肝菌，有那个杏鲍菇，大概有七八种的。它也是我三天不睡觉的那个汤。重庆。哇，好香！对，哎。我这泡一下，这个就有香味，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们在那边可能闻不到，在这里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辣，闻到辣吗？四川的辣跟台湾麻辣锅是不一样。我要说一下，它这个辣度其实有调了。其实，在四川的辣度是油水比是7:3，可是呢，在这边它把它调过来，颠倒过来3:7。有猪吗？有有有，一比例猪。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来，不要挡了。一定这是什么？好香哦！这是猪肉，对对对，猪肉，对，这是猪肉，这是哎，这是牛肉，这是猪肉，对。哎，这跟刚刚那个牛肉许愿的，对，好，许的愿。万一对不对？生意没做成，再砍他你。不会的，他一定会做成的。这牛肉，牛肉，牛肉，那跟这个也是牛肉不一样。对。哎，老师，待会儿你可以吃这个海鲜，这个是什么？毛肚，毛肚，毛肚，哇，毛肚的吃法，不一定要，这个是不一样的辣，麻辣绝，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应该是什么？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这是鸭肠，这是牛黄喉，这是猪黄喉，这是脆度。所以如果老师待会儿，对，我要说一下什么叫黄喉，这是他们特别带过来的。对，我想就是以你的知识水平，都是解释成喉咙，但其实不是，也不是喉结，动脉，动脉，对，哎呦，动脉，谁的动脉？牛吧，可能你朋友的吧。动脉啊。猪的动脉，猪的动脉，连你牙龈都吃的人，不要爱吃牙龈，假装不知道，很脆，对不对？是，重庆的辣不辣？我是香的辣，就是辣。为什么它的？为什么它的？对，有我解释一下，它的那个麻辣，它的那个汤，对对对，它的汤头就是麻香。
一定要着重在麻这部分，而不是辣度。对，那所以它其实那个汤底的是用好多种特殊的椒，譬如说云南的小米椒啦，高山的青花椒啦，去调制做出来的，所以是非常的道地。你知道重庆是那个重庆小天鹅这一家火锅麻辣锅，其实有四川鸳鸯锅的创始者之称，所以其实它的锅底非常的道地。对，辣吗？辣是麻的，不是那种死辣的，就跟那个台湾的麻辣锅是不一样，不太一样。哎，这里还有一个蛮好的那个配料，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放一下，对，这就好，我帮你们下一下。这只有这家店有哦，这是台湾里头，因为这个鱼浆呢是放，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觉得它就是个鱼浆，其实它是在地。宜兰三星葱里面放出来做成的鲜鱼浆，哇，它等于还是要有台湾的元素，对，这样子融合台湾的食材。我看那个徐老师吃，老师也常去泡温泉啊，对不对？可以吗？跟师长去吗？你跟我去吗？哎，这是一种邀请，对对对，跟我去吗？妈是一个问号，问题留给你回答。我看一下我的 schedule。哎，不要乱，好，很好。我们在那个美食节目，我好怕你们吃完了。对对对，我们不能失焦，说的好。对，因为有人可能不喜欢。泡温泉，真的真的，但你可以为了锅害羞不敢好，但是喜欢美食的话，你真的可以去挑战一下，而且会专程去。因为你说上海啊，或广州、台湾人去的很多，你到内陆成都、四川，那就很困难，比较困难。人家大厨专程来到我们这边，对啊，所以你现在不用，你不敢出国了，对，你就在这里。他该不会来客座一个礼拜而已？哦，没有，他就是长 long stay 了，要活一天而已，long stay 了。可是呢，他走了之后，其实厨师的子弟兵还留下来，所以会供应到二月底。所以是明年二月，长龙是不是？对，长龙。长龙注意哦，手艺有留下来。有时候厨师会留一手，要注意这一点。不会是啊，就原汁原味这样。原汁原味，对，不错，有感动吗？很特别，在台湾可以吃到。等一下，你又发觉超澎湃的现场状况有点不对吗？怎么了吗？老师有点饱困的现象。老师醒过来，你爱的虾。我醒啊，我要吃。谁要吃哦？要吃。而且眼前这个虾来头不小。哦。你爱的来了，那。蓝，从大到小有七种可以选。这家店很特别，这家店其实在国父纪念馆站附近1号出口附近，它在华盛那个地方。然后开这家店的那一群大学生们，他们是爱吃火锅，爱吃到开了一家火锅店。他们真的很爱吃火锅，还特别去研究到底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火锅是最好吃。而且他们食量很大吧？对，是他们的锅盘食量并重的这一锅吗？对，这个铁锅不要看它，不要小看它，它可是来自日本岩手县的南部铁器。这铁器非常的有名，因为它的这个铁器已经被证实，这个锅煮在煮的过程中，铁器会释放出一种钾离子，它可以帮助像女孩子或是小孩子铁质不足或贫血的人，它其实越吃会越健康。贫血，对，其实非常开玩笑。日本长寿村的人都还在使用南部铁器，不管是煮汤还是煮茶水，都是在用南部铁器。补铁，那要吃那要吃这个，那他们对，主要是这个汤头，还有他们的这个铁锅。那他们家的汤头特别选用的是亲子骨架汤，那亲子原因是因为他们用老母鸡，然后跟那个半岁以下的那个嫩鸡的骨架去熬煮，然后加上非常多啊，还有北海道来的昆布啊，然后非常多新鲜的食材。你看这个，秋葵，先特别推荐他们家最著名的这一个，这个呢，平常要吃一定要3天前先预定，还得碰，运气不见得有。原因是因为这个应该是实价，这不会，这不是活的哈，这是已经煮处理好的，哇塞，天哪，囤积的超高级精品，连黑人都惊讶。大家看一下这个肉，它其实就是现在最近其实蛮红的伊比利猪，但伊比利猪也分有一种等级，它是 Hermes 等级的。猪肉界的 Hermes。再来再告诉你，应该可以。而且你看，它只配猪肉来，没有牛肉，对，故意的。